好多粉丝宝宝想让我分享唱的假期日常，唱的假期日常一句话概括：半夜不睡，中午不起。说实话，你们有没有和唱一样也过着这种毫无规则的生活？现在是11:23，我们去看一看唱现在正在干什么。11:00，你们还不睡觉干嘛呢？妈妈，你看姐姐给我做的手链好看吗？哇塞，真的很漂亮的，看这是唱的首饰盒，你们想不想看？让唱唱给你们分享一下吧。这么美好的夜生活，我怎么可能会早睡呢？快点吧，想看你的首饰盒。OK， 安排。先欣赏一下这个包装，太好看了。这还有一个大大的粉色蝴蝶结。哇。哇，好美呀。这里还有呢。六个颜色的指甲油，这里还有很多卡片，可以做各种手链。我想要一个。好的，给你做。这个小兔子好漂亮，灰姑娘也好好看。材料都准备好了。哇，快看，你们喜欢吗？昌昌，来给我戴上。好的。好看吗？我觉得不太好看，要不给彤彤试试吧。能？不好看吗？真的不好看，快摘了吧。怎么样，我就说彤彤戴着特别好看吧。切，就没想让我戴。哈哈，睡觉又是好半夜喽。也不知道明天又是几点起床了。